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第六七八九十十一届学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开经偈。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之士，世间的事情，法无定法，非法，非法，亦非法。啊，佛经所开示的非法、非法、亦非法，若是我们没有修行，没有学术领域，没有宗教智慧领域的，啊，你敢那样挥挥未了？回来回去，回到要嘛要回回啊！啊，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世间的事情，你说它不好吗？它有它的一面，会发生在眼前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功德天。比如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啊，对方这个你看的最讨厌这个，就是对方的最大的贵人，啊，所以够乎其主啊，够乎其主，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学道的人，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要有这个见地，否则的话，你每天一点都要起 QIC 呀，这就太极的道理。哦，你说他不对吗？他有他的道理。你说他对吗？他有他的道理。所以两者之间都是在平等、平衡、平衡。平衡法则。啊，曾经在某一人，啊，有啊一对候选人，啊，县长在竞选，甲和乙在竞争，甲非常的强势，甲非常强势。啊，乙比较弱势，啊，乙也很憨厚嘛，啊，甲很强势，都一直在摸黑，制造摸黑，摸黑，更多的给乙来摸黑，让他欧骂嘛，摸黑到最后，乙也动没条啊，啊，乙在问师傅啊。啊，他怎么办呢？啊，甲非常没有道理。那第一，我问他说，问乙，他跟你摸黑的都事实吗？他说完全不是事实。啊，你肯定他摸黑你的都不是事实，那你怎么样才是你的事实？他就提出了他反驳的，啊，他这个文件呐、啊、文宣呐、啊，每天疲于要反驳。我讲你做戆的戆家呢，只要你做馆长、馆民嘛，就不停的啦。啊，这是活该，把你摸黑，
你这名起来，名起来做国民的一个领导人，目屎耷一流来。我你个错误错字，你每天为反驳他，你的困难在一直在写，遐无路用啦。没有人会看你下下反驳啦。而且因竞选团队三四个就不同诶，我们要什么方法？你的团队拢葫芦赛，葫芦赛啥意思啊？啊，无路用啊！啊，那那东西，哎呦，雕虫小技呀、啊！完了，尤其你要做管地，要哄好酸人。你安尼过卡无路用，好，伊足气诶，足硬诶。那么我就画一张这个图给他看咯、哦。我那个咧囤你买诶，家里啊，一天囤几多？都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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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这个一个洞，白白这个洞，你的心。一过，给你摸黑了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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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没有可以摸黑，无有讲啊！啊，竞选前几天的你发表，跟他说假，谢谢你很关心我的缺点那么多，你把我所有的缺点全部都写得那么清楚，写到现在，你已经没他过下。谢谢你，我知道我的缺点。我做馆长的时候，我一家缺点，我拢啊改好，我拢啊改进，这个人民想需要的啦。啊啦，伊都好改那那个，尾啊前几天啊，伊只反驳讲你所有的我甲你接受去啊，纳受。还有地位，纳寿里面太极里面要有一点光嘛，一点希望嘛。那你讲了，你讲哎，转这边过啊，你所有的甲讲了了呀，结果一直摸黑的假，一马忘了他的政策。阿姨嘞，阿姨嘞，伊讲谢谢你的政策。啊、哦！我的政策，拢是你甲摸黑遐，我拢遐改进。谢谢你，安尼我就照你做，安我对啊。来嘞吼，食伊我来嘛朋友，食嘞这朋友啊要收，你用这套诶，我才说无话好讲啊，没有话讲咯。哦，那后来伊当选。咱共骂骂到尾啊！你无他骂人啊！你的德德拢无呀！啊，污蔑事实，啊，捏造一些不实的假话来欺骗众生。啊，我讲你安尼就好啊！你甲感谢，哦、啊，你甲感谢，食老朋友，你好朋友，哦、啊，你拢特别成就我，啊，你叫我爱安尼做。迄较早我拢无想到，你哪拢遐清楚啊？拢讲起我唔对诶。结果你要安尼政策，要安尼做，你都没有提出来。所以我的政策都是你讲遐，就是我的政策，我拢会改，会照来做。啊，所有的国民啊，恁会看得到哦。国民拍手啦！啊，所以他已当选了。接着太极法无定法，挥法挥挥法。啊，就是要有智慧，阿妈是爱有真实啊，爱有实实在在人，爱较憨厚嘞，哪里来嘞？我相信，那你世间行一抓，你一定会很平安，会很幸福跟快乐啊！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贤士同修，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易经我们现在把它分两个区块来，这是易经，阳，阳中有阴，阳中有阴。风水是阴中有阳，这个都是在教我们做人处事。画廊摸夫妇啊，后野狼他的烦恼特别多，善中狼他的烦恼跟他公婆不够家俩，不要为了花薪水啊，不要为了一粒一休的问题去烦恼啊，所以世间上都是平衡的啦。易经我们一定要学易经，学易经，读易经易经，里面有易经的智慧，你要对世间的事情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那是很困难啊，很困难。曾经那些信徒师兄啊，一起善干的啊，无人要插的。迄个时阵到新佛寺来，伊讲老师啊，我在做善的，较早我做好业的时，朋友足济，大家门庭若市。啊，这现在呢，我善干呢，无人要插我。啊，在时门开开，零零星星，我去跟人算计吼，无啦，去跟人算计输啊，里长尔啦，里长安买算计啊？哦，我甲讲，里长你算啊，输第几名的？我输第一名的啦。啊，开始咧。你咧算的是足济兄弟，拢要讲讲邮票，遐要来甲你斗三工。哦，遐上有几票，遐有几票，啊，倒来甲你遐摕偌济钱，分啊摇几支，对不对？啊，对啊。迄阵我搬遐分搬甲两支卡皮皮出，手嘛皮皮出，嘿嘿嘿，活该。哦，啊，结果算了，落算的。第一名上座迄名未买哦，好、哦，啊第二天朋友都走了呀，我打电话要找下朋友咧，无人敢接。即个阳中有阴嘛，咱一个人的成功的失败，咱要有易经的真理啊。所以我来画这张图给他看，你成功的时候要一点乌乌，要一点会失败。当时臭羊的时嘛，要会七，买失败；旱季这足大条的嘛是会一个撑，阿能看吧，冒一个破空。哎，怎个哦？完了我误着啊！哎，我即卖呢？你即卖就是这俩，这条，哦，这条旱季啊，拢臭去啊，无人敢摸你。但是你内底要一点希望。要你的生命灵性，啊！你这中间，你就爱修行啊！啊，好好拜忏。迄当时，咱老祖师尊开始的消灾灭罪忏悔文五十一忏，我咧提灯，逐工拜。
一日一句一拜，安尼就好啊。其他拢卖插，这个时间你上班有时间都收。含你某嘛拼得拢啊，对不对？对。啊，你食饭呢？我倒啊，吹泡面泡啊。我安尼泡面嘛好，泡面就迄点希望。啊、哦，所以你拜忏，忏悔过去的，忏悔所有的罪过，等下认真拜。啊、哦，拜拜心就足轻松啊，无干到恶准拜拜忝，就天天困，困一久醒起来就搁拜，一连续拜三个月，拜了开始咧，家己悟到怎行出来啊？行出去找头路做爽快，啊，找人公司，你过门口也蛮好。啊，那么，迄阵拜了咧，面啊红个赤字，人看了伊公司讲，哦，你红个赤字，你还要来甲我过门口？佮嘿啊，我甲你过门口，你公司会趁钱。伊反过来。会讲啊，公司会趁钱，真正啊公司，啊就是建设公司伫台中遐，啊共各公司咧，我有一工经过遐过看，去遐看咧，哎呦，各地遐伫共，啊只过门口伊看了书，啊经理讲安得安得着啊，所以心足轻松，结果。佫无偌久咧，有一个企业家，啊，企业要厝，啊，叫伊家，讲搭一间较好，搭一安那，啊，叫斗三工做呢，买一间厝，啊，包一个红包给伊，啊，摕2万块起来生活费好啊，讲我要甲老祖要因做因这部政策，好、啊、让他人生都改变，某嘛倒来，囝嘛倒来啊，好、啊、失败。人世间的相思，成功嘛是相思，但是爱要过。所以我常常当着咱真正信众大德，师父我失败了，失败哪有遐？失败无遐，无啥了不起啊！了不起是爱爬起来啊！面对现实，你业该行人行来啊！啊，还好好忏悔、反省、忏悔，然后卖还。卖反着过去的派出官，安尼你就不是更好吗？所以咱这信徒师兄呢，后来就对公司，好嘛，请伊做一个小股东，啊，做一个行政上的管理啥，比过去还好。所以一经一道理啊，就是说变化。万千变，咱爱化，化是气化，身体是在变，这身是变，啊，这气的化，气化是永恒，好变化变是短暂的，是因变，因摇动。就是变，阳爻动就是化，啊，所以化为永恒，变为短暂，安、啊、听好不？变化万千呐、啊，哦，当然咱要食饭，食饱了精神都有力啦，气候都化，啊，变呢，腹肚空空，食饱了精神有。精神有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吃饱，好吗？好，懂哦，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各位殊胜善知识，
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学习风水学，体为重，体先天八卦，空性，体为重啊，是先天，后天为用，后天啊，九宫八卦为用，为用了三元九运。就悬空飞星，这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大家都有学了嘛？有没有？啊？有啊，无啦？有啊，吼。那我就直接讲它的利害关系啦。好，先天八卦为体。体为用，体用兼备，后天八卦为用。而先天八卦的体，伏羲氏的伏羲氏，啊，一化开天是阳，再化辟地是为阴。落来，那我啊为它为水，为山，啊一阳一阴之谓道，说风水学就是山水的大智慧，这叫做川。所以在日本，我们老祖师。王禅老祖的徒弟徐福东渡日本之后，把中国的风水学奥秘啊，接拿到日本去了。当时若是不拿过去，现在风水学就没有了，被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它灭掉了。做天意，所以徐福到日本把风水学带过去了，它名称为山川灵气。山川灵气哲学，啊，这个阳为山，阴为水。所以太极图这山水，这整个叫风水学都在里面。人体，人的身体视为山，人的血液循环视为水，所以每个人都有山水在整个的人的身上，人就先天为体，先天八卦，算先天八卦嘞。头为乾，乾为天，啊，兑为肘，兑为口，离为木，震为雷为主，巽为风，为人的。脚和屁股啊，坎为水，耳朵是身体上的水血啊，艮为山，贵州人贴的那山呢，骂山骂山叫骂山骂山，做啊那做久就叫骂山。坤为地，五脏六腑
五脏六腑为坤，所以这个宇宙虚空缩小到一个人的身上来，你周围环境的大小缩小到身上来。塞王禅老祖掌中掌的八卦，就是告诉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就是有就八卦了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还曾经一位啊年轻修行人呐、啊，哦，气势很高的到我们道场。啊，要来踢馆嘛？啊，他来了，啊，一副很，因为刚刚下山的啊孩子呢，啊，难免会有很多气势很傲。我问你今天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讲给我听好了。他说我不选你在讲风水和佛法夹在一起。你不能把佛法把我们夹进去咧，我们佛法是水的啊，我们的啊，你们是水，臭皮囊一堆啊，你们是水，没有智慧啊。然后你回去，你懂得风水学的道理，你再来。我都给他看等下咧，再过一段时间来了，我冒一通的车来了啦。啊，什么活血来了？哇，你报那些都没有用，你没有悟，悟的人一本书都不必带。我骂回去，哎呀，哦，一直不服气。好，我改天会再来。啊，改天就来了，他就穿了他们的中文的修比较休闲服啊。闲服是刚好在祖师亭那边。他来了，做了那么一个论坛，啊，对不起啊，啊，洪亮老师啊，啊，回去想想，我太执着了，我了解很少，我怎么样呢？怎么样？我说这个都不重要，在你悟与不悟，当下性你悟到什么地方？你悟了，山河大地、宇宙虚空、鸢飞软动、诸灵都是你的众生，哎。哦，他听我说鸢飞转动诸灵，哎，愣了一下。那么你们也在谈鸢飞转动啊？问我要谈什么？不是谈修，要度修度鸢飞转动诸灵，就我们的五阴杂劣琐碎的没有智慧的颠颠倒倒倒倒颠颠的，都是鸢飞转动诸灵的思维。在那年轻人啪跪下来，我要拜你为师，我才不要嘞，我才不会跟你师父抢徒弟耶。好，我徒弟那么多，我没有需要增加你一个，让你洗完脑，好好回去跟师父修好了。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懂得一切真理都是如一，都是谈不了，离不开心，法无定法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各位微信贤士，各位书房善知识，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啦。我们易经大学各地都在开课，我们不是补习班，我们是每个人心灵的大道场。我们是尊天华祖，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一直希望各位的微信贤士同修，你们啊，推荐你们的好朋友、亲戚朋友来学道，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共转天下一家亲的大法轮。
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以百家思想融为一炉的妙智慧，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导教师行。所以王禅老祖导教师行的真谛非常的妙，天下太平。接下来古字理应大同篇，这还是无法。好，那么再来鬼谷子三卷，鬼谷三卷，好，也是法，但是不足。到了2300年后，表2300年前，啊，孔子的2500年，哦，天下太平是永恒的。啊，天下太平就维新净土。所以，这是鬼谷文化，就是当下的有什么法，道藏20000卷，妙法就有了。再来，由世界肯定。啊，世界肯定的，世界和平。啊，得到诺贝尔世界和平奖的入围。啊，再来。啊，宗教。修行。和教育。创校等等的，这些是当下性的，当下性是需要的，所以必须要以现在的维新圣教、维新道藏两，现在已经有20000卷了，卷卷都是天机密。这是世界和平的基石，世界和平的智慧。20000卷的妙法，我们当下现的所有易经大学们，啊，你们都能够接受到这个妙法的传承。大家一起修行，可以创造自己的当下现的维新净土、维新世界，与蓝天净土相归应。然后成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以为本愿。这是维新圣教的教义。所以我们最近在5月11号，由中务中心，还有我们维新传播公司张经理、袁琼法师到欧洲去。啊，发表新宗教的交流论坛，出去了才知道，维新圣教是确实是世界和平一盏灯塔。第一有规模，第二有内容，第三有实质的利益众生，啊，第四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健全的。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团队，啊，第五呢，我们有一群所有很慈悲的、爱好世界和平的智者，
就是维新同修们，大家一花开五月，在世界上啊，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所以维新圣教的教义不是说说就算，而是有实质的，先从每个人住家的基础开始建立平安哦，啊，才能够再帮助他人。家里不平安，会拖累亲你亲朋好友；家庭不和谐，你要谈世界和平是妄想，是空谈。啊，人没有智慧，只在那里打高空，没有用。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的课题，就是易经风水面和宗教三合一的妙法利人天呐、啊。只有维新圣教有这个妙法，当今所有的宗教你找不到。尤其维新圣教的消灾化解，这个法仪非常非常的殊胜。啊，平常我们一般过去要为民祈福，只有一少数出家的人啊去修行，力量有限，还是需要全民运动。刚好王禅老祖导驾出航，台湾祖师的慈悲，来个全民运动。运什么动？运转世界和平法轮啊，这个动力就是以维新道藏、维新圣教为古文化立人天。哦，这个都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你们最生最有福气的。所以话，欢迎公社会大众，你们有缘的话，我们在全省、全台湾各地开课。啊，若是没有时间去上课，我们这个的维新电视台有很多的节目可以让你们增加很多很多的智慧啊。啊，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导驾慈航的真实意，就是为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在2565年前的啊，孔子那时候就有这理想世界理应大同篇的了。可惜呢，有这个篇话不够。啊，鬼谷先师再来补充鬼谷三卷，还是不够。在2350年后，鬼谷先师在空界导驾慈航。啊，那个以混年天人合一之后，啊，运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啊，大家共转世界和平法轮，而成就了维新道藏，将有30000卷，现在已经有20000卷了。啊，这个是维新圣教我们的殊荣，我们的天命、责任与义务啊！祝福各位。贤士，各位师兄善知识。好，王禅老祖导驾慈航，传易经与风水，是很浅又很深奥，又是空中妙有，而不是无中生有啊。很浅又很深奥，又空中妙有，无中生有，这四圣地。有一次啊，我到某一个我们信徒的公司啊，他的公司呢，很大的公司，
我看这家公司呢，他说他地理师要他前面做一个大水池，这边是东方莽荒。我去看了，喂，你这间势力象星悬空 I 星势力八运悬空 I 星势力，在这一个元运呢，势力方是文书。文书劫财耶，这个董事长吓了一跳，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公司有劫财？那都掏空嘛，势力嘛。我就画个悬空爱心图给他看，啊，八九一二，卯三有相，六入中，现在是八运，六入中宫，六七八顺行，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势力属木，这个是池，势力木来克中宫，哦，中宫土运，土，啊，势力来克是劫财，这是文书。自己掏空，啊，所以我说你这个数字应该不是迷信嘛？天上人家共同共用的阿拉伯数字，不然你到天上问神，他们阿拉伯数字怎么讲？所以这个就是势力，树木，文曲。就文书来掏空，那这位董事长他心里很烦的说，被掏空了五六亿，公司快要倒了，被他们总经理把他掏空，他最相信的啊亲戚又兼朋友啊掏空了。我说很正常，没有相信掏不了你，我也掏不了你啊，对不对？突然就冷笑了，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势力是文曲，要看元运啊，七运、六运都是金。势力这是文昌，是吉。八运土，文昌来克木是凶。所以你要了解到文昌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会姑息养奸，有时候会看错人。我们也不能怪，只是怪你自己没有学到。再加上我帮他用一卜了一个卦，我说风水不谈，谈用意知人心。哦，那么山水门卦，山水门的卦，啊，寅，
四爻应爻树木土啊，这小鬼偷钱，注定丢了啦。你要学易经，你才能懂先防患未然。让人家犯罪造业，你要怪谁啊？所以那位董事长啊，自己苦笑。啊，问我怎么办？做事你不改，还有问题耶。那我就要扭转乾坤。我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水池，这是为九子，四律，木生火，火生土，生进来。你的龙边，九子火，你龙边在这里，把它做一个喷水池，这是净水喷水，然后这个就会生它。然后再升进来。哦，所以各位同修，风水是法活的，所以叫做活法，活的法不是死的法。啊，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我们学风水不是看到坟墓就敲，看到房子就打，啊，看到鸡就抓。好，恰是现在看，风水就教，厝就拆，家就掠，听懂吗？懂哦。啊，我们自己要来学，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再帮助他人，即是维新圣教的教育宗旨和理念。祝福各位，阿弥陀佛。